狐狸老师是我的启蒙对象，我代表作我不害怕，好像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底线。我特别期待今天和大家见面，一波错的狐狸就来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老人在干什么？什么没事啊？我在找手套呢。干什么？洗澡啊，不是洗碗。星月，他是不是马上过生日吗？明天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给他准备点什么样可怜的蛋糕？像那种用鸡蛋打发做的小蛋糕，就那个、哦、我会做那个。我现在给做一个微波炉出来试试吧。对，试试。我就把这个洗一下，我切个果盘，给你们来服务一下。你怎么？我们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跟有事儿一样啊？你找到那个打蛋器了吗？你要干啥？他打没干啥，打蛋。对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打蛋用筷子，筷子在这儿。做甜品。对啊，筷子在这儿。好，谢谢。不是，你们不会偷偷洗碗？偷偷洗碗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光明正大的洗碗。哦、我们问一下大厨，他有更好的想法吗？跟你做碗面吧，面也可以。不是，我不是傻子。不是吗？我又不是傻子。不是吗？太明显了，金大姐你。那你装一装呗。哦，那个我专业演员吗？你装演一下吧，就当给我们一个惊喜行吗？